师傅，我看到您有一个这个讲的那个故事，就是雪窦寺的妙高禅师，因一念呢功高我慢兴起，护法委托，此后20世不再来护法，后来又因一念的惭愧心已超过20世久矣，护法委托又前来护法。说佛法的妙处也就在这里，一念散于无量劫，无量劫摄于一念。那么请问师父，我们在五浊恶世当中修行，时时处处都会有杂念升起，那我们也会出现像妙高禅师这样，护法委托也是这样的吗？对啊，现在就是这样的。你看看有些人呢，开始修得好，求什么灵什么，家里都好了，后来呢功高我慢，自己以为不得了了啊，编一套跟人家去宣说啊，去这个讲讲那个讲讲，好了自己走偏了，求什么不灵，开始做噩梦了，哎呀苦的嘞啊！结果呢师父讲他了，教育他了，他又改邪归正了，现在很好了，又跟过去一样了，这是不是跟妙高禅师一样啊？菩萨是这样的，菩萨是看你改变了他就很开心，你不改变了护法神就来惩罚了，没有什么说因为你过去菩萨对你好了，哎呦讲交情了，你现在做坏人，菩萨会帮你的，菩萨是最全面无私最大公无私的了，听得懂了吗？明白。